原本平静嘅街道突然发生爆炸，建筑碎片四溅，途人连忙走避。现场系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，事发喺星期一朝早6:02，一间烧烤店嘅石油气罐爆炸，一死一伤。从其他网上片段可以见到，附近街道损毁严重，建筑外墙倒塌。当局话，涉事烧烤店嘅店主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。